畅谈书屋是畅谈国际出版集团希望能将更多书籍带入更多家庭，并以孩子一生的朋友为目标，规划出不同人生阶段与成长面向的出版品。每项出版品各有不同的方向和重点，但同样包含思考、美学以及语文能力的培养。语文能力数学逻辑、视觉空间、观察自然、内省思考这几洞穴，音乐节奏以及机关系是八大项。我们的出版品曾多次获得金鼎奖的肯定，以及新闻局优良课外读物的推荐，荣获第一名。家是教育的起点，我们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有一间书房或一个读书的角落，借由读书会、会谈、图书讲座等活动，落实推动阅读的使命。